所有的全球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早安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有一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来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坚强的爱，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挡我与神的爱隔绝。你爱最高，你爱最宽广。
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软弱，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没有办法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选择，可是我们选择就是要来赞美你。我们没有办法走到前面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差派好多好多的人，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要为那些没有办法开口祷告的人来祷告，没有办法赞美的人来赞美。主啊，你应许我们要保护我们，你应许我们要爱我们，你的应许就是不变。主啊，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摆上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有你，我们的眼目要看着你，我们要定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看着你，让我们有一个选择，
能够回转向你，我们要回转向你。主啊，现在你就与我们同在，降下你的恩典，降下你的慈爱，降下你能给予满足我们的心。谢谢主，求你开口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聆听你的话，与我们同在。我愿成为圣洁，居所你大能同在，使我心渴慕。亲爱圣灵，再次
下你恩雨，一直这地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全部都归给你。主，你的大能就要医治我们的心，医治这块地。主啊，真的，你把所有的心全部献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有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就要定着你，我们就要看着你，因为你常常对我们微笑。主啊，你也会告诉我们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把你的重担卸下，到我这里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又牵起我们的手带我们走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真的走不下去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真的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常常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灵人就坚强起来，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平安，我们有个确信，我们的信心不是凭感觉，我们是凭着你，我们是靠着你。谢谢主，将我们的赞美，所有对你的爱戴，对你的爱都摆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悦纳。我们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